这是1927年的上海，这些影像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布里奥赫的苏联摄影师拍摄的。不加修饰的画面定格着这处冒险家乐园的真实气息，也定格着在这一年初到上海滩的周旋。6岁时的记忆，无常的家境，让这个被领养的孩子无从体会多少温暖的母爱和快乐。但和这些在躁动中经历着苦难与激情的人们一样，谁都不会想到10年后，这些游动在外滩的身影将会被描摹进一部电影，并在一曲甜美的旋律中成就着这个孩子的宿命。你相信命运吗？可信而可不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嗯，拍了那么多戏，你觉得哪一位导演对你影响是最大的？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你拍了这么多电影，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还是第一部《八路天使》，这始终都是我最喜欢的影片。过来，过来，赶紧，赶紧，赶紧！各部门准备好没有啊？把那灯腿拿过来，快点！现场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机会了。好，来，赵毅老师，哎，把那个，好了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嗯。哎，玄子呢？玄子上哪去了？啊！快去找啊！干嘛的？那我下去好吗？啊，赶紧去啊！你赶紧，你打你打。玄子。哦。好了，走吧。哦。开工了已经。都给你。玄子，哎，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赵丹，啊，来了。下一场拍你那个拉二胡的啊，准备一下。好，我知道，我下去了啊。好，灯光部门好了没有？好。好，来，我们准备实拍啊。色草已经色，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旋不经意的歌声传入了一位叫张锦文的专业琴师耳中，随即推荐考入了自己所属的演艺团队明月歌舞社。明月歌舞社创办人是近代著名音乐家李锦辉，
王仁美、白虹、聂娃都是歌舞社的顶梁柱。11岁的周璇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演艺道路。受西洋歌舞的影响，当时的上海歌舞表演团体各显神通，鱼龙混杂。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色欲的交响乐，欲望的浓烟，一切都是无拘束。身处其中的明月歌舞社，以严谨的艺术创作和操守坚持，为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吹进了一缕清新的微风。初进社团，周璇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五线谱、弹钢琴、舞蹈，当然还有国语的吐字归韵。在周璇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每日陶醉在音符漂浮之中，过着嘻嘻哈哈的自由生活。当然也会有意外。这是我的练习时间，新来的真不懂规矩，赶紧走。你干什么？严老师，你为什么要欺负他？他占用了我的练习室。马上离开这里。你没事吧？我没事。哦，那你好好练习吧。烟花大哥哥，我想请你做我的老师，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今天教你四季歌。嗯。春季到来，绿满。这是在周璇的日记里珍藏的一幕，童话般的温情是那段历史时空中难得的记忆。后来他终生喜欢钢琴，能够自弹自唱，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做一个明星，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你觉得会不会受到年龄上的限制呢？不应该这么说。我认为对事对人认真的人是无可限制的。在化妆的时候啊，你以为哪个部分是最难的？眼睛。每次撒谎的时候，你是感到痛快还是痛苦？又痛苦又痛快。百味杂陈。哎，你的口头禅是什么？我起来。让你感到最犯难的表演是什么呢？哭中带笑，笑中带哭。做一个优秀而有前进的演员，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认真，万事认真，遵义如何？完全赞同。我很好奇，你平时是怎么学唱歌的？曲不离口而已。30年代初，留声机和唱片仍然是情调与身份的象征。
歌唱在当时的无线电广播里更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里弄私宅，收音机播放的大多是歌唱类节目，飘荡在街头巷尾的清脆歌声成了那个时期广播电台盛极一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1934年，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了歌星比赛，14岁的周璇一举夺得亚军。报刊评论她是新出现的小歌星，前程似锦。电台称赞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从此，金嗓子就成了周璇的雅号。和周璇一样，现代娱乐业的兴起无疑为传统的中国女性最直观地引入了走入社会的风采。当时的上海，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影成为了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一种时尚。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良友画报》见证了这一巨大的时代变迁。那时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最摩登的大都会。周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还和严华订了婚，爱情让他沉浸在甜蜜和幸福的时光里。回忆和严华一起在电台唱歌的情景，他说，那时我们每天都在好几家电台播音，拥有很多听众，舆论界也给我们很高的评价。这样的生活对周璇来说是久违的、美好的、充满希望。而恰在此时，一部电影的上映也成为了他演艺人生最华美的注脚。1937年，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上映。这部以描写城市下层人民苦难生活为主题的影片，在民族危机时刻不露痕迹地记录着现实的黑暗与腐败，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最后的生动记忆，也成就了演员周璇。但同样是这一年，一个强盗来了，他的到来结束了上海的一个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哪个人物你感到最钦佩？花木兰。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有什么感想？恐慌。你拍戏之前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拍戏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呢？未上影坛之前，我尚在童年，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现身荧幕之后，越演越害怕，因为凡事
不进则退。你先生引介已经很久了，你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他对国家、对民族，应该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呢？请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一部《马路天使》是周璇的影坛生涯在一开始就达到高峰。人们都说他的表演是真正的自然派，可周璇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不是我演的，他就是我。我从小就是个没娘的孩子。别怕，现在有我了。在这首引发各种猜想的歌声中，在这孤岛的求生与迷惘中，曾经活跃一时的明星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相继停业，只有新华影业还在继续支持。但惨淡的困境并没有消磨电影人的创作激情与国难担当，那一时期特有的情感表达、时事思考，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定格中，成就了一段历史的影像记录。1938年的北平与孤岛上海不一样，它已经完全在日本人的武力占领和控制下。回到上海，周璇和国华影业公司签了约。战争的残酷，恐怖的阴影，这一切让周璇对他热爱的艺术，对水银灯下的生活更加渴望。干爹。哎，玄子。进来，身体还好吧？还好。哎呦，想不到你的手也这么巧。这个是在北平办婚礼的时候买的，我是想改改，给弄弄好看。我听说你答应了要给爵士电台演出，玄子，你是不能去的呀。你刚和国华签了约，这合同里不都已经写明了吗？啊，那边也是朋友之托，过去帮过我们许多忙。我的电影你一部还没演呢，现在倒好，利用金嗓子的招牌已经开始替自己挣钱了。干爹，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就破例这一次。不行啊，玄子，
你是我国华的演员，你立刻把演出辞了。玄子，听干爹的，啊。刘老板，我们老板让我来问一问，你打算怎么样？周旋呢，是我们国华签约的演员，是不能出去私自演出的。周旋来演出，我们照样付钱，你就开个价吧。演出的收入五五分成。刘老板，我们老板的名头你听过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干爹，我把爵士那边的演出给辞掉了，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大舒服，我想大概快生了吧。啊？又叫我去？好，我知道了。会去的，我知道了。你怎么能够答应呢？你怎么？你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身子是自己的身子，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我能行的，从小又不是没吃过苦，没问题的。坚持住，陈子，坚持住。我们的
流产后的周璇开始近乎疯狂的工作，拍摄电影《三笑》用了7天，孟丽君连续拍摄了56个小时。那两年，周璇竟完成了11部影片的拍摄。广播中更是几乎天天都播放他的歌曲，他的电影，他的歌声，已经成为那段时期上海这个沦陷区的一种精神慰藉，而他自己那颗伤痛的心，却依旧在孤寂中飘来荡去。你的人生观如何？璇子，做人的意义是什么？那你说怎么样才叫好好做人呢？你记住了，不慕虚荣，不骄傲，不落后，一天天向前进步。做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做人，像一个人。你从影以来，最喜欢和哪一位男明星合作呢？演员以服从为天职，怎容私见呢？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过意外刺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被一句古语作为答复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你对好莱坞出品的影片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并非月亮都是美国的好。嗯，好莱坞的出品好在片片认真，这是我的浅见。嗯，你平时喜欢和一些什么样的人接近？你又讨厌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谈不上喜欢和讨厌。你平时会哭，会生气吗？不常哭，不生气，不想。1940年，以夏衍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分批撤离了上海。在当时南京政府消极抗战的影响下，上海电影界曾经风风火火的现实主义创作落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有可能被当局检查通过的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故事片。由于麻烦少，利润高，各影业公司争先恐后的制作，在这场近乎擂台战的喧闹中，周璇也已很快升至每部2000元的片酬，逐步确立了在上海影坛的地位。然而，在这段光彩人生的阴影里，一种不断滋长的无奈与苦涩，却也在此时呈现在了周璇的面前。璇子，哎，我们好久没有在家里吃过饭了。嗯，
你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啊，和你说个好消息。我今天自己决定了下部戏的男主角，他叫韩飞，人长得帅，戏也很好。你不是一直想要我争取自己的权利吗？你说的是不是就是现在这样？哎呀，其实韩飞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人聪明，又很努力，而且还很有幽默感呢。而且还很会关心人。刚才他就说什么一定要送我回来。不许你跟他一起演。什么？不许你再见他。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的话你不听了吗？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讲道理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什么都听你的？滚！滚！和严华的婚姻亮起了红灯，甜蜜的生活成为幻梦，而猜疑误解带来的痛苦紧紧压迫着两人脆弱的心。最后一次与严华争吵后，周璇离开了那个家，婚姻的尾声也由此缓缓落幕。严华委托律师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封警告信，自为顾全周女士个人幸福计，委请贵律师代表通告，于三日内向贵律师事务所接洽。在这封警告信中，严华公开指责周璇，并提出离婚。舆论的渲染歪曲，是周璇难以忍受的非难。更不敢相信的是，曾经相爱的恋人，海誓山盟的伴侣，竟参演了这出伤害他的社会闹剧。1941年7月23日，他们分手了。从结婚到离婚，这是周璇人生之中最温暖也是最惨痛的一幕。这一天，严华是在浦东大厦的写字间里签署离婚协议，而周璇是在寓所签的名，两人最终没能再见一面。9年，梦一样的绮丽，也是凄愁的画面，它在我心坎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想，
或者上帝给予一个人的生存的条件，是必须接受一些痛苦，一些创伤。我至今没有恨过周旋，我想我是永远不会恨他的。大部分的影星对婚姻都不那么慎重，是否也想借此扬名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是而非。请问你为何要与严华离婚呢？请您原谅，往事免谈好吗？好好好，那我们就谈现在的事。严华又结婚了，你有何感想？世界上或者又多了一个美满家庭吧。如果有人在报纸上说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事情，你会生气吗？假使有像你所说的事，我绝不生气。心地坦白，何谓人言？对吗？完全赞同。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他们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最后的孤岛没了。而周旋也在这一年离开了上海，去往香港。后来周旋又有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丈夫。他一生演了40多部电影，唱了100多首歌，片酬最高的时候以几十根金条计算。他是上海滩耀眼的大明星，是人们眼中的传奇人物。可他却说自己是一个飘零的孩子。周旋在4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京坛去了。卖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这夫妻俩就闹离婚了。后来这个女的呢，就把周旋带到上海来，带到上海来又把周旋送给一家姓周的人家。The one I like most, I suppose, I think so. It's 马路天使。马路天使 i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it reflects.By and large, the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in Shanghai. 如果他不走艺术这条路的话，可能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女孩，最多是长得漂亮一点，或者也许她的生活也是平常的一种生活。在周旋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上海歌剧院排练了大型舞剧《周旋》。经过近2个月的海选，年轻的舞蹈演员宋杰被选中担任周旋的主演。赵丹说过一句话：“上海啊，就像……”一朵小花，一夜之间就能绽放。也就是说，上海这个城市能够让很多人的梦想成真。
一个凄凌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我的姓氏。六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1957年9月，周璇在上海去世。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影像。那时的他只有37岁。身世飘零的孩子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他的歌声至今还常常回响在这座城市的上空。